我只知道大家随便装装新潮，装装风流，就你是真花痴。你带我跑了吧，就我们两个。我要照顾的人太多，我没这个命。我不再喜欢你了。我很生气这次绑架的事儿。目的行动啊，现在来的这帮人没啥好么子。搞到侬屋里来，总归要讲法。啥地方的？我来做。我觉着应该连着去找个石头。回去跟老板讲一讲，放过我。宋局长，你别来，越狱好，只要是为了上海好，我可以出面帮大家解决。大金车子踢了，你还真不把我们当人了。没事，历经了万千磨难，但是活了下来。我有时候会想到你，你应该是在北方。侬晓得，无论我人在何里头，我这颗心永远跟侬来一道。这些人没有正常人的情感，他们不喜欢现在这些高楼啊、秩序啊、好看的、好玩的、好吃的，他们都不喜欢，或者是有其他什么目的，毁掉上海也不可惜。马上就要打起来。